他就在学校画过水墨画。哦，他画过水墨画，他也很好的。今天两个新来的小朋友都做了吗？他也是一个近大远，我说一定要有个最大的，这样整个画面它会比较入眼一点。如果都是比较平均的小的就不好看，会比较分散。他做的都很好，而且涂颜色，他整个思路都很。可以的，你带回家吧。就是整个思路都很清楚，不需要我提醒的。它一个一个颜色都很，就是它的逻辑。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画横的啊、哦。横幅的。也有几个画横的，但是他们，而且他画的很多，但是他动作很快，都做完的。对，就是今天是水彩跟什么？今天是做了一个油水，当然就是一个油，在建行城。